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钱钟书的《围城》。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里啊，跨学术界和文学界的大师不少，但又是大学者又是大作家的人却寥寥可数。钱钟书应该是大家最熟知的一位。他一九一零年出生，一九九八年去世，身后的名声比生前还要隆重。围绕着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钱学。 这充分表明了钱钟书著作的魅力和长远的价值。钱钟书的学术专著主要有《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等。在文学写作上，他的成就有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等。《围城》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 根据这部小说，又拍摄过由陈道明、葛优主演的电视剧，在大众中获得广泛传播，知名度极高。钱钟书一九四四年开始写作《围城》，以两年时间完稿，可以说这是一部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书写知识分子命运的小说。小说的核心主题是从哲学层面对现代人命运的思考。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经写过一句话：“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如果再加些解释，大致就是说，小说主角方鸿渐既因时代环境的摆布，也因懦弱的性格不断碰壁，他喜欢的人得不到。 不喜欢的人勉强的接受了，在婚姻的围城里，他不能安生，最终是一个失败的结局。同样的情况呢，在他的人生中也是如此。博士文凭是买来的，工作是偶然得到的，都如同在虚拟的围城里焦虑徘徊，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钱钟书具有高超的讽刺写作技巧，《围城》的语言俏皮锋利。 小说正是通过绝妙的讽刺，直指知识分子群体以及现代人所处的围城生存困境。好，下面我将首先讲述小说的主要情节，然后呢，分析小说对知识分子的讽刺以及小说的题眼“围城”的深刻意味。我们先来看看《围城》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小说开篇场景啊，是在一艘开往上海的法国游船上。 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上场，他这是从外国镀金后回国。为什么说是镀金呢？方鸿渐这个人啊，运气不错，早早就订婚，但未婚妻呢不幸死了。本来呢这段关系也就此结束，没料想呢，准老丈人拿出一笔钱供他出国留学。方鸿渐万万没想到天上能掉下馅儿饼来。 乐滋滋的拿着钱跑到欧洲去，伦敦、巴黎、柏林到处转，兴趣颇广，心得全无。晃了四年，说是留学呢，其实是游学，根本没有认真读书。钱花完了，也该回国了。发现呢，还得拿回博士学位给掏钱的准丈人交差，自己又读不出文凭，急中生智，索性找了一个爱尔兰人。 买了一张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就此登船回国。这就是方鸿渐的镀金过程，也是他的前史。在这艘游船上，还出现了小说另一位重要人物苏文纨。她是在法国里昂规规矩矩读书、取得博士学位的才女，是方鸿渐在国内大学读书时的同学。从前啊，她是看不上方鸿渐的。 如今到法国念了几年书，年龄大了，心思有了改变，很想给同船的方鸿渐一个机会。可惜呢，方鸿渐不解其意，白白浪费了苏文纨的一片情。船到了上海，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纠葛故事啊还在继续。另外又加上两个人，形成四角关系。这两位叫赵新梅和唐晓芙。赵新梅是苏文纨的长期追求者。 但是在上海，苏文纨对方鸿渐的好感已经公开化，方鸿渐也心知肚明，但他并不喜欢苏文纨，却又优柔寡断，没勇气拒绝他。赵新梅眼看这局面，视方鸿渐为情敌，时时冷嘲热讽，打击这个情敌。直到有一天呢，方鸿渐遇见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对她一见钟情，唐晓芙也对方鸿渐很有好感。 方红渐才终于向苏文纨坦白了一切，这就闯下了大祸。苏文纨岂能让他称心如意？便向表妹唐小芙揭露方红渐往日的风流韵事。于是呢，方红渐和唐小芙的这一段恋爱也就结束了。同时呢，苏文纨也迅速嫁给了别人。方红渐遭受失恋的打击，赵新梅也没能捡到果子，同样失恋了。 他们两位同病相怜，竟然成为朋友。这时，赵新梅要去湖南三驴大学任教，同时推荐了方鸿渐。三驴大学便给两人分别寄来聘书。于是呢，两人便从上海奔赴三驴大学任教。路途中，除了方鸿渐、赵新梅之外，还另有三人：李梅婷、顾尔谦、孙柔嘉，五人结伴前往三驴大学赴任。 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孙柔嘉，这是小说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呢是女主角。她长得不算好看，刚刚大学毕业，去三驴大学任外文系助教。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女孩，却是《围城》中的女主角。她厉害在哪里呢？是她的心机。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头次打交道，就是方鸿渐谈出国坐船经历，胡扯什么鲸鱼大的牙齿缝里可以进一条大船。 孙柔嘉惊奇的眼睛瞪得溜圆，旁观的赵新梅私下告诫方鸿渐：“孙小姐心机深着呢，她就像那条鲸鱼，张开嘴，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的那条船。”方鸿渐却不以为然。他们五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三闾大学。在学校的一年里，孙柔嘉以柔弱的姿态赢得了方鸿渐的好感。 两人开始正式交往，并很快订了婚。但是订婚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原来啊，是孙柔嘉有一次告诉方鸿渐，自己的父亲来信询问两人关系如何，追问婚姻大事。方鸿渐一听，心想：完了！又想呢，反正孙家的人都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了，随他去吧。同事李梅婷等人又不怀好意的起哄，结果呢，两人便订婚了。 之后，方鸿渐有一次无意中问起那封信，想看看。孙柔嘉刚开始有些发愣，后来反应过来，说自己当时一生气就把信撕了。其实呢，从来就不存在这封信，这全是孙柔嘉为了虏获方鸿渐的小心机。而孙小姐编织谎言的功夫太厉害，严丝合缝，所以呢，方鸿渐也找不到理由怀疑，就这样进了套。一年之后。 大学一方没有给方鸿渐送来继续任教的聘书，方鸿渐呢也不打算继续教书，于是离开三闾大学。未婚妻孙柔嘉自然和他一起走，在回上海的旅程中，他们结了婚。婚后的生活陷入了俗世的琐碎之中，既有方鸿渐、孙柔嘉两人的性格摩擦，也有双方亲属的搅局，终于造成婚姻的破裂。 小说的末尾以一只祖传钟表的打钟声作结，写道：“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言语，一切啼笑。”故事结束了。我们上面主要讲的是围绕方鸿渐的直线型故事，其实呢，《围城》是一部涉及面很广的小说，它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展现了社会的众生相。 其讽刺的锋芒所在，多半对准了知识分子群落。我们下面呢，就来看看小说是怎么描写这些知识分子的。钱钟书在小说中讽刺了不同的人格，比如假道学者，比如呢市侩型知识分子。他讽刺虚荣心强、不学无术的知识分子，如哲学家楚盛明，说自己去英国见大人物罗素，罗素请教了他不少问题，听起来似乎挺厉害。 他的确见过罗素，但是罗素都向他请教了些什么问题呢？不过是问他什么时候到的英国，查理要搁几块糖这类问题。这些问题好像确实非他不能回答似的。还比如，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学玉道貌岸然，方鸿渐无意中得知韩学玉的博士文凭竟然也是克莱登大学的，和自己一样是假的。 方鸿渐虽然是买来的假文凭，但他知道羞耻，从来不敢提；而韩学玉却冠冕堂皇地拿这张文凭骗取大学教职，脸不红心不跳。韩学玉有个口吃的毛病，小说呢是这样描写的：韩学玉虽非哑巴，但天生有点口吃。因为要掩饰自己的口吃，他讲话少、慢、拙力，仿佛每个字都有他全部人格做担保。 不轻易开口的人，总使旁人想他满腹深藏着智慧，正像密封牢锁的箱子，一般人总以为里面结结实实都是宝贝。韩学玉这种故作姿态的行为，联系起他买来假的博士文凭骗人，倒也不出意外了。小说描写知识分子中的市侩性格，最典型的是李梅婷。 他在从上海赴任三驴大学时，带着一个大铁皮箱子，里面装满了药品，准备运到湖南倒卖赚钱。旅途中，同伴病倒，希望能够吃一点他的鱼肝油。李梅婷表面答应，却趁人不备，转身就扔进自己的嘴里。而另一位教师顾尔谦是个马屁精。小说写道：“他只恨上帝没有给他一条尾巴，谄媚别人时可以摇摇尾巴，增加效果。” 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他当校长更像是一个政客，左右逢源，用尽各类圆滑的手段。小说这样描写他的外貌：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有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儿或皱纹都没有。 有这样的校长在，可想而知学校里的教授、副教授都是什么样的人。小说还写道，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啊，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 这段关于科学家和科学的妙语，已经可以成为格言了。还有一句话呢，也是直指高松年的阿谀丑态。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标志。 钱钟书的讽刺语言是《围城》这本小说最引人注目的特点，甚至可以说，《围城》就是由一串串的妙语连珠构成的。比如，关于大学里各个学科的鄙视链，钱钟书早有妙语：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 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如今呢，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可能都会会心一笑。这种大学专业之间的鄙视，原来早在民国时期就存在了呀。钱钟书的讽刺语言受英国随笔的影响很深，文笔洒脱，风趣幽默。 所以，《围城》的语言有很深的书卷气，这种书卷气和讽刺结合起来，会收到令人意外的效果。比如，小说形容游船上一位穿衣服很清凉的鲍小姐，用了“局部的真理”一词。为什么呢？有人叫她“真理”，因为呢，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而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这句话用的是比喻。 本体呢是鲍小姐，喻体是真理，这两者本来相距遥远，似乎没什么关系。但钱钟书别出心裁地将它们放到了一起，这种反讽的效果非常强烈。又比如方鸿渐和赵新梅头回见面，赵新梅和鸿渐拉拉手，傲物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事业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 赵新梅视方鸿渐为情敌，充满敌意，想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于是呢，将方鸿渐看作大字幼稚园读本，这个绝妙的比喻，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赵新梅的轻视心理。钱钟书的精彩语言，几乎在小说的每一页都可以挑出不少。所以说呢，这本小说读起来非常畅快。说它是由妙语连珠构成的，并非夸张。 钱钟书将讽刺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因为呢，这是他最熟悉的群体，更因为他对这一群体的观察和思考。封鸿渐们所处的时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面临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对此的感受比其他阶层更为敏锐，受到的冲击更大一些。 钱钟书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洞察这个阶层，以犀利的文字暴露出腐朽可笑之处，是在揭疮疤、揭痛处，展示给我们看。而他对知识分子的剖析，他的讽刺力度可以说是旁人难以达到的，也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说完了《围城》的讽刺特色，下面我们来谈一下本书的《围城》主题。 《围城》是小说的题眼，展现的是从哲学层面对现代人命运的思考。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所说：“《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是句很精炼的概括。 我们可以通过方鸿渐、孙柔嘉、苏文纨、赵新梅四个人物的经历，来具体谈谈《围城》这一主题。其实，对方鸿渐来说，他所有的生活经历，时时都在围城中。早年，父亲做主给他订婚，送给他一个未婚妻，他不想要，但不敢反抗父亲，只好接受。没想到呢，未婚妻死了，天上又掉下馅饼，得到一笔钱，可以出国留学。 从不想拿博士学位的他，又不得不屈从准丈人和父亲的意思，买一个假博士文凭拿回去交差。苏文纨喜欢他，他呢并不喜欢苏文纨，却没有勇气直接说明，一直拖着，直到遇见唐小芙，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告诉苏文纨，结果惹怒苏文纨，也搅散了自己和唐小芙的恋爱。 他说不上很爱孙柔嘉，却一步步和他踏上了婚姻的路途，而婚后又不能融洽相处，再加上双方亲属的掺和，终致到了婚姻破裂的局面。方鸿渐无时无刻不在围城之中徘徊挣扎，这里面有时代环境的因素。如果不是因为战乱，他不会去内地的三闾大学工作，应该就不会遇见孙柔嘉了。 但是呢，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方鸿渐的软弱性格。因为即使没有这个事儿，也会发生那个事儿。遇不到孙柔嘉，也会有李柔嘉、张柔嘉在等着他。正如前面所说，方鸿渐的遭遇始终在一个圈子里循环。他喜欢的人得不到，不喜欢的人勉强的接受了。在婚姻的围城里，他不能安生，最终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同样的情况，在他的人生中也是如此。博士文凭是买来的，工作是偶然得到的，都不能长久。如同在虚拟的围城里左右摇摆，面临着失败的各种可能。方鸿渐的性格特征很明显，优柔寡断，事事都由别人推着走。概括一下呢，还是赵新梅说的好：“你不讨厌，可全无用处。” 钱钟书选择如此不完美的人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当然有其用意。在钱钟书笔下，方鸿渐心肠不坏，但软弱无用，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事事不关心的态度，在生活中总是被动的角色。这种知识分子的性格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 钱钟书就是要借这种典型形象来映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乃至现代人的围城命运。我们再来看看孙柔嘉，这是一个心机深沉的小女人，她处心积虑的使方鸿渐落入自己的圈套和怀抱，她成功了。从这一点上来说，她是胜利者。但她的胜利能够维持多久呢？她仍逃脱不了围城的罗网。 在猎取方红渐这个猎物时，方红渐显然是最佳的结婚对象，是孙柔嘉所满意的。但结婚后，方红渐的性格缺点慢慢的暴露，孙柔嘉由原本的满意渐渐变得不能满足，开始挑剔方红渐。婚姻的裂痕在双方的推动下越来越大，直到最后不能收场，以悲剧告终。孙柔嘉和方红渐几乎就是两种性格的对立。 方鸿渐是优柔寡断，对人生全无计划；而孙柔嘉呢，心机深沉，对生活步步为营。这两种相反的性格，在人生的围城中都遭遇了失败，陷入精神和生活的困境中，最后的结局是没有差别的。小说的第一男配角和第一女配角，当属赵新梅和苏文纨，他们的纠葛也印证着围城的困境。 赵新梅追求苏文纨二十年，苏文纨当她是空气一样，全然不放在心上。苏文纨喜欢方鸿渐，对方呢却不喜欢他。苏文纨报复心很重，索性破坏了方鸿渐的恋爱，转身另嫁他人，一点儿不给赵新梅机会。赵新梅在这样的感情打击下，去了内地的三闾大学教书，意外的和政治系主任的夫人有了暧昧的恋情。 被发现后被迫辞职，狼狈回上海。然而赵新梅和苏文纨的关系并未结束，另嫁他人的苏文纨反而对赵新梅好了起来，处处卖弄风情。在一次宴席上，有人说了一句英国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文纨接口说。 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呢，不是说鸟笼，是说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话很妙，苏文纨这么说，何尝不是也可以映射到他自己和赵新梅身上呢？小说中所描写的这几个主要人物，虽是个体，却很有代表性。方鸿渐是优柔寡断，拿不了主意；孙柔嘉是心机深沉，处处算计。 苏文纨是自视清高，实则庸俗；赵新梅则性情坚定，却又用情深，难以自拔。而另外一些角色，如校长高松年、教员李梅婷等人，深陷名利场，尤其缺乏反省意识。这些特点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是很典型的，而放眼望去，何尝仅仅是知识分子，而是所有现代人都或多或少能从中找到一些影子来。 有谁不在生活着呢？只要处于社会人的状态，谁都不会逃脱围城的境遇。因此呢，《围城》这部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虽然将时代背景放在中国的抗战时期，但是时代感并不强，这是钱钟书有意为之的。他说，在这本书里啊，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特性。可以说，方鸿渐们的故事，他们的困惑和迷惑，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人身上。人是一种充满欲望的动物，从来不会长期满足于任何状态中。所谓围城，身处城外时，渴望进入城内。 但一旦身处城内，不久又会厌烦，羡慕起城外来，永远觉得别处的生活更好。这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如有一次，方鸿渐对赵新梅说：“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圆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啊，不知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 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方鸿渐料想，如果自己当初不去三闾大学任教，就不会遇到孙柔嘉，不会有现在的婚姻悲剧。而对于好友赵新梅，他认为呢，就算你当初娶了苏文纨，估计啊，也就跟我现在差不多吧。对于好友的命运，方鸿渐似乎旁观者清，觉得城里城外都差不多。 对于自己呢，方鸿渐却还在幻想着更好的结局，而我们可以透过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看到，没有什么好与更好。如果是另外一个结局，我们的主人公一样会感到厌烦，一样会幻想着另外一种可能，而这也就永远把自己放在了围城困境中。围城是一部大众阅读率很高的小说，名气很大。 或许呢，有人会认为他自问世以来就评价很高，这是一个误解。《围城》得到肯定，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钱钟书一九四四年开始写《围城》，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一九四七年出版，一九四九年前又再版两次，能够多次印刷，说明受读者欢迎，但评论家却多有批评。 比如认为小说抓住不甚动荡的社会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这种批判的声音主要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部小说没有写轰轰烈烈的社会场面，没有写人民的觉醒这种大主题。有这样的主导评论，《围城》不再重印，从读者视线中消失。这一销声匿迹就是三十年，直到一九八零年重新出版。 不过，在海外有着对《围城》的新评价。标志性的事件是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出版，书中对《围城》有高度评价。钱钟书第一次出国访问，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很大程度上源于夏志清著作在海外传播的影响。1980年，《围城》再次面世，几年之内多次加印，可见读者是爱读的。 不过，此时的流通多半集中在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群中。毕竟呢，这部小说尘封近三十年，多数人是闻所未闻的。转折发生在一九九零年，根据小说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围城》播出，引起巨大反响，使得《围城》在大众层面迅速传播，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同时呢，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文繁体版问世。 影响广泛，而夏志清对《围城》的高度评价也获得专业的认可。不久呢，就体现在中文系教材的编写上。就是这样，《围城》逐渐在大众层面和学术研究界都得到盛誉。《围城》问世已经超过七十年了，它的魅力没有削减，反而进一步得到一代代读者的青睐。这既有其小说艺术的高超，更有超时代内涵的吸引力。 他讲述的上个时代普通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我们并不生疏，并不隔膜，只因处处都有相通。这种命运和困境，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围城》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普遍价值之上。